却是1992年李敖与妻子王小屯、儿子李堪拍摄的全家福。1985年50岁的李敖与20岁王小屯开始了一段忘年恋，两人经过八年恋爱，于1992年冲破世俗的偏见和重重阻拦，走进了婚姻。在婚后又有一子一女，王小屯一直陪着李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，她也因此被称为让浪子李敖回头的女人。